上官先生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可以开始了。好，拜托你了。你是沈锦宇的母亲？啊，是的。这次上官家欠你一个人情，说吧，想要什么？上官家主，您知道我在沈家的地位，我想。 让上官家主你认我做干女儿，把我当上沈夫人。可以，我会帮你。干爹，宁雪，你没死？谁让你上来的？滚出去！我女儿要是出了一点事情，我让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全部给我抓起来！ 你们是谁？你们怎么进来的？站住！